他们说的没错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成为朋友的，最后了吗？真的那么快的吗？你们这些外地人来到村子里，我有没有很反感？实际上和大家交流之后，我发现很有趣。总之，我过得很开心，谢谢大家来到这里，特别是你。哇，他笑了，虽然还长得有点可怕，但是至少他笑了。大家晚上好啊！那今天继续来我们的宝可梦地之假面，那就准备开始喽 ，Go Go！很可怕的鬼，这个告示牌可以拆掉了吧？村民都已经知道真正的历史了，这告示牌全部拆掉好吗？谢谢，全部给我毁掉。好，我们现在找那个那叫什么？丹鱼。好，我们来找丹鱼，在前面吧。Hello， 你总算来了，你昨天好厉害啊！夺面队到这里就算是功成身退了吧？阿丽她回家之后就一直关在房间里不出来，真担心。你不用觉得自责，说起来这都是我要你保管恶鬼碰的事。而且阿丽她莫名的自尊心很高，虽然我不是阿丽，但我也变得非常喜欢恶鬼碰，所以让我和你跟恶鬼碰对战吧。好，来吧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答应，这样才像你嘛。准备好话就告诉我吧。好，看来你已经带着恶鬼碰了，他的面具似乎会影响战斗方式。你确定要直接开始对战吗？好，来啊，我已经戴好面具了，那就各就各位吧。来了，来挑战了，有点帅耶，这是我认识的丹鱼吗？他现在超帅到一个不行耶，这是大狼犬，来对战。好，看一下哦，大狼犬用蛮力应该是刚好的，看一下太进化。好，来了，蛮力秒杀。你老是戳别人痛处，看我看你应该朋友很少吧？才没有，你朋友才少，这样呛我，天哪！莫鲁贝克是电系的，好，我们继续来吧。那个太金蛙超帅的，很好看的，其实。好，我们用我们的吉藤棒看看。哇，但那个特效做的很普通哎，真是有点可惜。哇，好痛好痛！他的东东鼠颜色好奇怪，他不是他是莫鲁贝克，不是东东鼠，不一样。每次看那个吉藤棒，真的想要吉拿棒哎。我们涂试一下吧。OK， 这是保姆虫，虫系草系对不对？但是我不想换只，我想继续用这只打。好，我们继续，但是效果都不太好，格斗也不太好，用吉藤棒吧，毕竟有属性加成。来吧。果然打不死，完了，我要白了。恶鬼碰啊！哇，用呆火二招爆他，我属性应该是四倍，喷射火焰。OK， 来杯粗茶，幽灵系的，我们继续战斗。幽灵叫草吧，我忘了。感谢我们喷射火焰，快喷他！他吃果实了，喷不死，再次，我们再喷一次，果然，再试一次，祸不单行。哇哇哇，好痛好痛，怎么那么痛啊 ？OK， 好，九尾，我的那个水系的恶鬼碰拜拜了。九尾的话，电镀88，好，那跑后面充电。撑住，那应该是没问题的。顺顺利利，应该算顺利吧？他的拍手是不是有点敷衍啊？好棒，好棒棒！他好敷衍哦，你很棒哦。他的想法是这样：真不甘心，可是你果真有本事，你和恶鬼碰肯定要好的程度，都让我嫉妒了。你哟、哦，好可爱哦。虽然不好开口，但其实我差不多要。嗨，我是白雷亚。今天早上所有的小组都完成了定向越野。管理员先生要有话要跟大家说，希望大家到居民会馆前集合。哇，我们要走了，我听到了。省下下一期联络的时间，丹鱼也在啊。小孩子真是惊人，短短时间里面一下子就交上了朋友。
可是我没有想跟他当朋友，但他其实后面单元的表现还不错，哎，变得比较像正常人。那我们的居民会馆前和大家在那里等你们来。怎么了？他们说的没错，我们好不容易才成为朋友的。他很难过哎。那我们就去听管理员要说什么吧。虽然很麻烦，不过反正也是最后了。最后了吗？真的那么快的吗？应该是我玩太快了。对啊，剧情我都过超快的。OK， 但是还没有抓到那三只宝贝呢。对，三个宝贝还没有抓，应该是之后可以捕捉吧。好，我们先把这边的故事先过完，主线先过完。那过图都要超久的，换地图都超久。好 ，OK， 到了。新的学习器，来看一下，新增了更多学习器，看一下有什么。不知道多了什么，反正就是很多就对了。好 ，OK OK， 那我们把剧情过完。哎，有了，哇，好多人，我们要走了吗？这样所有人。参加者都到齐了，也不到所有，少了谁啊？管理员先生，请吧。早上好，大家早安。想不到所有的小组都找完了写有北上历史的看板，顺利完成定向越野，太好了，真的很好玩呢。太感谢辛苦了。参加奖给大家是什么？北上麻薯组合，干嘛的、啊？以为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完成，大家都很优秀。你结束还有好一段时间，哦，还没结束，在这边冒险，还有种种因素。丹鱼和巫术还有我们这几个来自蓝莓学院的人必须早一步回去了啊，走了。为什么？很抱歉，跟巨坑相关的事有一些进展，无论如何都得过去一趟。虽然我是以领袖的我是以领队的职责陪着大家，但你们实在非常优秀，即使我不在也没问题的。你完全没有帮到什么忙哎、欸，你戏份超少的，都是我们自己在努力的哎、欸，你完全没帮上忙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接下来大家管理员先生照顾大家了，放心，没问题的。丹鱼不是有话想说吗？是的，我弟弟身体不舒服，所以由我代表。如大家所知，我是在这个村子出生的，你们这些外地人来到村子里，我原本很反感。我觉得你们会毫无顾忌的闯进对我们而言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观光客啊。观客有时候当地人都不喜欢，因为就是会造成一些小小的破坏的那种心情吧。但是和大家交流之后，发现根本没有那回事。实际上和大家交流之后，我发现很有趣。我开始觉得先入为主的想法真的很不好。总之，我过得很开心，谢谢大家来到这里，特别是你。哇，他笑了。虽然还长得有点可怕，但是至少他笑了。很庆幸来到这里的人是你。啊，告白，还有告白。不过呢，反正也不是再也见不到了。蓝莓学院里很多强大的训练师，下次再来玩吧。嗯，对了，还得整理行李才行。那么下次再见，我才不要说拜拜呢。好，下次再见，那你下次再见喽。该说真相的孩子的作风呢，还是该怎么说？每个孩子都的每一个瞬间都无比闪耀，他这个表情非常的适合他，有点难过难过的样子，对大人而言简直太耀眼了。那么下集就告一段落咯，向管理员先生道谢吧，谢谢。结束了。其实资料片的一周目好像也是蛮快的，对啊，但是一定有二周目。我要变的，果然。这什么音乐？这音乐怎么有点可怕、啊？黑化了吗？完了完了！我要变得更强才行。他有点躁郁耶，是不是开启了他什么开关了？更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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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他笑成这样哎，完了，他黑化了。哎，头发。他把头发弄起来了，你等着吧，尼克，真的是黑化，后篇待续，真的黑化了哎，哇，啊，结束了耶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后续故事了吗？就等后篇了哦，啊，那么快哦，哎、啊，那也是蛮快的，其实，好，那今天差不多了，剧情其实还，我觉得剧情总体下来还是蛮单调的啦，是有点单调，但是有铺后尘，就单调中带一点后续的感觉。也是蛮不错的，对啊。
好快就结束了。那两个姐弟啊，从很讨厌他们，超讨厌他们，到现在对他们，尤其是姐姐，对姐姐刮目相看。我本来对姐姐的好感度是超低的，我超讨厌她，超级惹人厌。但是后面她的表现非常的成熟，然后又很坚定的那种感觉，讲话又很帅气，对，后面对她的好感度有上升回来。那弟弟就坏掉了。没有到好喜欢，是喜欢，但是没有到很喜欢。至少现在好感都是正的，之前是超负，现在是正向的。对，好 ，OK， 差不多到这边，下次见，大家拜拜。如果喜欢影片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把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。那我们下部影片再见。